哦吼！隔壁啊，鬼子队长。今天跟八上八九打架，你中指断掉还可以跟八九打架这么强，那你是八九加哎，比八九还凶，这么凶，唯你有我一打五还输，我现在变英雄，真假的，五个打一个还输你，哎，你有半个叶问的灵魂呢，叶问是一个打十个，你一个打五个，你这么屌啊，这里是还用单手，这把难道一头两百肯定爆 ，OK， 我尽力 OK 吧兄弟，我只能说我真的尽力。我有一个奇葩侄子，游戏打得不错，谢谢阿姨，也很认真玩，没看他多认真读书，功课又还不错，我也是醉了。这个是他说要给小林哥哥买喉糖，真的假的？谢谢侄子，又会读书又贴心，感谢你的激情扣。喉糖买那个黄黄的那个算吗？我小时候很喜欢吃那个，各位。我都会带去学校跟大家分享。啊，你们知道黄黄的那个吗？可能那个好像有点甜，兄弟们。但我小时候还蛮喜欢的。没看过。我们有时代的隔阂，你知道吗，兄弟？领导。是可以这样的吗，帅哥？是可以这样的吗，兄弟？其实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喉糖就是糖果的概念，你们知道吗？凯撒路的敌人不见了，魔龙结束了，兄弟们正在被攻击。怎么会跑？哇，没辙。甘草，哎，甘草我很爱。凯撒路防御塔就是感觉甜甜的，你知道吗？很碎呢，又凉凉的，超爽。我是鬼雨降临，艾瑞斯曾经是我的老师，哦，不要太甜会生糖。我到现在都。啊，我今天还吃绿葡萄，你知道吗？我还吃绿葡萄，哎，枇杷膏我也蛮喜欢吃的，小时候都会放学先含一管在嘴巴里面，注意吗？放学先含一管哦，各位兄弟们，这把不好敲啊，但主播依旧尽力，你懂吗 ？OK 吧，因为我是亚洲男的，你懂吗？哎呦！哇 ，nice， 有了，我的绿洲的钱赚到了，各位。魔龙凯撒全速进化，慢加拍，慢加拍，慢加拍。哦，这有，哎，感觉起风哎。大招还在冷却中。不行，最近不能，最近不能吃炸的。大招还在冷却中。招瞎毁。进攻凯撒。对啊，这都敲不准，有点夸张。有报警吗？请求集合。OK。我说我昨天那把猴子八组没报警啊。哇，啊被我们炸了。大招还在冷却中。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. 超凶，哎，他这波剪头。这波他剪头，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然后电视直播会差八分钟，哎，那应该是可能电视要快转一下。对，你如果是用手机投影的话，可能是因为手机你的慢一点点，因为它重复进来的时候还在冷却中，手机会卡一点 bug。对。这么凶还没人听，我有这么凶啊！对啊，我感觉快到我们的菜了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感觉快到我们的菜了。是不是貔貅都那么擅长赚钱啊？哎呦！哎，我蹲到，我蹲到，这要死吧？有没有卡迪兰？这个头我一定要拿下来。碎啦，有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我来了，卡迪兰！耶！碎哦，四颗头，香。这把确实比昨天好一点点。没有，可能是我刚刚扁海了，你们知道，他们分开了，他们在一起我就没办法这样子，各位。鬼子中间，各位。
有。这可是害牙大人一手创建的天地，是我们所有瑞兽的一方净土。请求集合。哇哦！嘎迪亚鬼子进场，结束了，真的结束了。下课，谢谢兄弟们。哥这波有，这波瑞克进的很屌，各位。哥直接看到信号了，兄弟们。OK。不好进，不好进。等下，我先拆装好了。那边我不好打的。可以吗？棒！所以嘛，超痛，各位，真的有点痛，兄弟们。哇，有点烧，各位，怎么好像有点太烧了，兄弟们？不是，我这昨天猴子怎么没有这么爆，兄弟们？昨天妈祖不知道去哪了，各位，真的，昨天妈祖不知道去哪了，有点凶残，你们知道吗？魔神凯撒降临，决战开始，请求集合。哎，感觉是不是可以直接吃啊？进攻凯撒。可是我觉得可以直接开，那么少人。哎呦，哎，带走吧，吹走。兄弟，我这个有点难进，哇，好可惜哦。哇，他把他撞走。哎，他把他撞走。大招还在冷却中。哎呀，那个精明的商人。大招还在冷却中。这不是貔貅都那么擅长赚钱？可以吗？所以啊，我先走，我先走。啊！洗吧，洗吧，洗吧！要跑，要跑，要跑！我刚好被恶魔叫削到，你们知道？超衰！我现在要去巡视虚弥信天。电视直接有入库，哎，那还是电视要直接快转一下，因为我是哎，等我之后有用到那个 YouTube 的，对我帮你教学一下，应该是可以快转，就是有那个遥控器，然后可以往前撸撸撸撸，或是重新进看看，看会不会有差。对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因为我还没用过电视的 YouTube， 对。可以吗？我现在要去巡视虚弥信，请求集合。想来的话，哎，就要看你跟不跟得上喽，哈哈。乌龟显中球，各位。大招已经准备就绪，在这里。哎呀，纳塔亚那个精明的商人。哦，棒吹掉，耶嘿嘿，靠，哈哈，可以哦，哎，那怎么逃都不是我的？哦，刚不是刚有弹，各位笑不出来。哇，老师可以这样了吗？有有有有有，哎，狙一颗，哇，不是，我看那两颗头。就我现在这样还能进场，对，可以吗？进攻凯撒，我等他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挂符呢？请求集合。我状态不是很好，等等会到。OK OK， 我看看这有没有觉得蹲到人，各位，你们觉得我打得赢青燕吗？他是装备超硬哎，我怎么感觉我打不赢他？发起进攻。我的挂符了，大招已经准备就绪。哎呦！哇吼！鬼子蹲点，兄弟们，反我来了，反我来了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卡迪安还在，兄弟，龙脉炸，所以嘛，各位，哎，屁股棒，晕锤，超爽，各位！哎呦，可以吗，兄弟？我好像，兄弟好像，我不是，为什么这把比较爆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兄弟，我这把好像有点太烧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把有点太烧了，兄弟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杀了这么多颗头，真的。OK， 来哦，哎、欸，可以哦，慢走，
下靠山谁？所以嘛，各位，有吧？这波有吧，兄弟们？我那个看兄弟，抱歉，我们为什么会杀到十三颗人到底呢？我怎么好像我们的感情这样不会散掉吧？我们的感情怎么会这样突然散掉啊？不要说我欺负你兄弟，你看我昨天真的爆不了，你知道吗？三四八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同样的装备，你知道吗？不同的对手，但是昨天我不知道怎么只有三颗头，真的。